大家晚安。今天呢，大家应该有发现哦，天空中的云量变多了。不过还好的是呢，这个云量啊，并没有带来非常多的水汽，所以只有在这个中部以北地区呢，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已。那么从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，这些水汽呢，主要是从中国南方这边逐渐的随着比较偏南风移进台湾来，导致呢今天各地云量是偏多的，还不算是真正的封面主体哦。目前呢，封面云系滞留在这个台湾北方的海面上面，正在逐渐的往南移动。预计呢，到了明天就会通过全台湾哦，各地就会出现明显的阵雨了。而且呢，封面通过之后，还有一波新的冷气团会南下。这波冷气团呢，可以说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冷空气，有机会呢为中部以北地区带来10度左右的低温。到底会有多冷呢？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。今天其实在北部地区呢，虽然说云量多了一点，但是整体来说还算是温暖的天气状况。不过到了明天，封面通过之后呢，开始有一些阵雨出现了，转成又是又凉的天气状况，低温降到15度，高温大概来到20度左右。而到了初三开始呢，可以看到会是一连的大概五天六天左右呢，都会是一段相当寒冷这种天气状况哦。而且气温呢，一天比一天还要再冷。可以看到初三、初四、初五，一直到初五以及初六的时候呢，大家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，北部地区的低温就会下探到只有10度到11度左右，高温也只有14度左右了。而且呢，是维持一段比较长时间寒冷的感觉，所以要特别提醒小朋友还有一些老人家哦，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务必要多加注意这样子长时间寒冷对于身体的影响了，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准备，一些保暖的衣服要赶快的准备出来穿了。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，这一次也会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，可以看到在这个下个礼拜一二呢，这个低温也会降到只有14度，空旷地区呢也有机会出现大概只有12、3度左右的低温，而在中部地区呢也会更冷一点，预计呢也是出现大概10度到12度左右的低温，所以这一次呢这一波冷气团会是带来全台有感的降温，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。再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了，刚刚提过了，明天会受到一波封面云系通过的影响，会是全台各地都会出现明显的阵雨，所以明天呢提醒您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。好，那么呢这样降雨的情况呢，到了初三水汽就会逐渐的减少了。不过因为接下来是吹着东北风哦，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呢，初三、初四、初五仍然是属于这种比较湿凉的感觉。特别是初三到初四哦，迎风面的北部、东部地区呢，水汽还是蛮多的，会是感觉呢这个又湿又凉的天气形态。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。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，从初三开始就会逐渐的转成比较偏干的天气状况，干冷的天气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哦，这个都是下雨的符号。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呢，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阵雨的，也提醒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最后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，明天封面通过哦，所以全台各地呢都会转成又湿又凉的天气状况，建议您呢安排活动以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适合，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。而紧接着到了初三呢，还有今年入冬最强的一波冷气团会南下哦，气温呢就会像溜滑梯一样往下滑了。到了初五、初六呢，大家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，北部地区的低温就有机会来到只有10度到11度左右了，会是相当寒冷的感觉，而且是全台各地呢都是有感的降温，提醒您务必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准备。